我忘记录了，先录起来。录起来，录起来，录起来。这样比赛是有点爽。火车，火车。我说火车也不会强行送的，这肯定是先稳着。很低调，我刚才逃跑图打生化部队已经是最稳的打法了，因为计划万一跪了怎么办？对对对，吕夫都打成生化部队了，我的前段时间天天计划。好，解放者一架，这火车一溜。好，这边烧一下，然后又跑。哎，完了完了，比如这个有点伤了。五个还行，五个还行。不是他连女妖都没出吧？没出啊，他升了一个隐形，然后骗了对手。对，那说个解放。他所有的打法都是最稳的打法。火车控图，然后小骚扰，稍微杀点农民，然后两船兵出来先控着你的四矿。对，然后滚雪球。对，这是吕布最稳的打法了。因为去年他们都知道实实在在的全太阳跟马如是拿到10万美金和20万美金的。对，去年他们可能还不是很重视，今年这个火车绕的有点漂亮，漂亮漂亮，都中了 Bill。 看 Bill 怎么赛，看哎呦狗没用没用没用，吕布这火车操作太好了，10个了12个，还有一波12个农民换8个火车吧，6个火车50个农民还可以，我跟你说，他还有50个农民。Bill 不会放龙塔吧？我他是不是很久没练了？现在开始放龙塔了？我觉得有点像。对啊，他气全开，有点龙塔的感觉啊。龙塔的话就没用的呀、啊。你要开哎，刺杀塔，刺杀塔，刺杀塔，证明他最近还是关注了一下比赛，还练过的好不好？对，最近感觉是练过的，但军坦已经被压得很惨了、啊。我觉得你不会贵的吧？吕布跪不了，跪不了，跪不了。跪不了，吕布这么打跪不了的。因为你要知道这个情况是什么，四基地不应该被压掉的。你想想是不是？嗯。四基地不应该被压掉的，但是四基地掉了，这个就是劣势了。不，你不要奶，我告诉 你。哎呀，跪不了的呀，吕布。跪了怎么办？啊？跪了怎么办？什么跪了怎么办呀？如果吕布这没跪怎么办吧？你跟我赌什么吧？啊、那没跪是应该的。跪不了，你看、哦、这连弩连的。跪不了，跪不了，真跪不了，这个已经占大便宜了。不要再迫害吕布了呀！吕布你妈也是人呐！哎呦，好，装了走。关键是上面解放者还架了8个农民，9个。对呀、啊，你说怎么跪这种比赛？这个的确跪不了的呀，这优势太大了。Bill 毕竟很久没练了、啊、不愧是吕布呀。对啊，这一推就死了呀。Bill 的确开局优势太 Bill 太久没练了，太久没打了，死了已经死了。你读报如果是巅峰时期的 Bill 的话，我觉得吕布是有可能会跪的。这种局面根本跪不了，七七好快呀、啊！我的天哪！哎，怎么办嘛，这种？那没办法的呀。